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要来试一下新的角色。好，新角色的部分呢，我这边就大概用这个测试服买一下。好，测试服的话呢，就是测试啊，所以之后还是以台服改版为主，然后就仅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角色是这一个。好，这边钻石是购买的，就直接先买买看新角色吧，快速装备。好，看一下他的角色技能是做什么的，涂鸦庇护。对5公尺范围内进行涂鸦，范围内护甲不会受到伤害，并且护甲对爆炸伤害抵抗增加 15%， 子弹伤害降低 5%， 持续5秒，冷却时间45秒。最高的话，护甲对爆炸伤害 抵抗增加 25%， 子弹伤害降低 7.5%， 所以这很适合就是你在补血或一个据点守一个点的时候可以使用的角色。持续10秒，到最高等6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持续10秒，冷却时间一样是45秒，没有改。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防御型的角色。好，再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他的角色怎么样，怎么使用吧。好，这边的话呢，我就玩一场经典模式的格拉哈里地图的全开放啊。他在这个测试服的部分呢，已经全部地图都开放给大家玩玩看了。然后先讲一下测试服的部分呢，他这个就是官方给我们体验啊，给实况组体验，然后可以跟大家介绍。然后他可能在实际更新改版呢，还会去做一些调整。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大厅的部分啊，现在变成这样。没有，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舞台啊，现在有点像是战后了，然后东西坏掉了，萤幕破掉了，有点斑驳啊。然后这地图呢，就是还有一些冒火的感觉，然后旁边有一些小僵尸，僵尸其实之前万圣节就有过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失火的车子，没有，它这场景其实就把它变化蛮大，像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作战，之前还蛮漂亮的。没有，看到这里有僵尸，这个就是僵尸，然后咬人家，然后跟之前的模组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角色好不好用啊。他现在这个测试服玩家比较少，所以说这边只有20个人而已，一场只有20个，可能也有比较多啊。 OK， 好，给大家看一下全貌长这样。这边的话呢，我直接跳，我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找到跑车好了，直接跳这边。然后之前的测试啊，我们这边不是有体验嘛？体验的时候是有点像极速模式一样，圈很小。然后它现在正式模式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一点，就可以玩比较久。这张地图大家特别注意，就是你要考验你的眼力啊。我是觉得这张地图在找敌人的时候比较难找，因为它颜色的关系，跟障碍物跟建筑物非常复杂。哎，这我没跳过。哇，哎，这好像一个，好像是一个表演会厅，有没有？很像那种古代的表演厅。好，我们就来打一场吧。然后现在遇到的这些玩家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玩家，然后体验服的话要申请啊，申请的话基本上名额蛮少的，所以说不一定抢得到，所以说官方这边有提供一些体验给我们实况组去介绍啊。OK， 然后他更新时间不确定几月几号，到时候大家就锁定台服的粉丝团，他应该会提供资料给大家。哇，这边这样跳下去，我看一下，直接跳出去就神血。哇，是蛮多的。我现在的角色技能啊，比较适合就是跟敌人拼枪的时候用啊。我现在这角色技能，等一下会实测看看拼枪的时候用不用得到。因为它主要就是呢，一个防御式的角色。好，先捡。那我现在也没有任何涂装啊，就是回归到一个最初。那我也不确定它现在这个地图中资源啊好不好捡。开关有点慢。或者是开关键点慢，是我错觉吗？好，好像还可以了。刚有点卡卡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地图未来应该世界杯也会开放啊，就是说会多一张地图。之前是海慕达天堂岛两张是世界杯的地图嘛，然后会轮流打。现在有第三张出来以后呢，我相信应该会会有一波新的战略出现。 S 字架 OK， 我刚刚有了。
还有什么可以捡？我来看一下资源多不多啊，因为其实这个新改版之后大家都玩得到，所以我担心台服未来这个地图会跟天堂遗老一样，之后那个排位赛打得到，但就很可惜了。那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啊，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玩这张地图练习，只能打排位练习。哎、欸，前面有凝胶护盾哎、欸，这边有加凝胶护盾，所以还是捡到凝胶的吗？这张地图其实很难捡凝胶哎、欸，我到现在连一个投掷物都没捡到。它凝胶还有，它叠了两个凝胶哎、欸，而且怎么感觉上有那个啊，有那个滚滚的技能？我看到敌人了、啊，这边有一个、啊，打不到他，绑上去了，哎、欸、可以，哎、欸、哎、欸、我的人忽然间被拉到树旁边，哎、欸，好诡异哦！可是损伤是有的，你们刚看到吗？我突然间拉到左边去，我开枪一瞬间，我的人被拉到树左边，哎，这什么状况？在哪里啊？跑掉了，在跳。哎、欸，超奇怪啊！毕竟是测试服啊，我们就不要要求太多了，先走好了。我看能不能去抓他。我刚看到跑车、欸，哎，我错觉吗？哇，我现在防装都只有一级而已，剩下八个敌人，算是蛮快的。飞过去吧。这地图就是非常难找敌人啊。然后未来希望呢，台服官方可以多开一些模式让我们玩，不然现在模式真的太少。然后现在我发现他们，外国玩家比较喜欢拿散弹枪，真的很爱拿散弹枪。玩那个核弹，哎、欸，核战幸存者的时候那个模式啊，他们都拿散弹枪，你知道吗？超爱散弹枪的。虽然那个散弹枪比较好用啊，因为子弹数比较够，所以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调整其他武器有子弹数多一点。不然散弹枪真的是蛮优势的。又看到一个，不知道是刚刚一个吗？这不要开枪好了，我过去抓他。他一跳就跳就跳，跑超快的、欸，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刚好看一台跑车，我们开车带大家去兜风一下，看一下这张沙漠地图呢全貌长怎么样。哟，我现在觉得开车键也是不太好开，以前的车子比较好开，现在按键位置有点怪怪的，也不能调。哇，这边有跑车。这张地图我觉得未来大家跑圈啊，真的会建议你们开车哎、欸，不然它这张地图你要跑，有时候真的不太好移动，因为它这个建筑物障碍物有点烦、欸。有没有开跑车跟我一样？哎、欸，刚才跑车的声音，左后方。好的，这个地方是之前有开放的吧？好多仙人掌，这仙人掌。看起来好好吃哦，想要喝这个仙人掌的汁，感觉上会看到这个地图觉得很渴，有没有？哎哎哎，跑车过来，跑车过来，哇，他来抓我的，别这样啊，别这样啊，你过来兄弟，不要想不开，哇哇哇哇，哇塞，大家不是来体验一下的吗 ？OK OK， 打不到啦，他跑掉了，哎、欸，他打不到我，我跑掉了，前面有个空桶，哇，土圈来了。哇，这个地图其实车子也不太好开哦，就是它那个障碍物有点多哎，只是说移动上比较安全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啊，要找敌人的时候蛮难找的。哇，跑到过去，它现在有提示有没有？说我受到伤害，为什么没有看到香菇啊？我刚好漏看吗？香菇之前有看我们玩台服那时候的体验是有的，现在是没有看到香菇在哪里，奇怪，还是数量很少。我光那个猴子屋都捡不到了，我刚刚看我们放凝胶，我才知道有一个凝胶护盾，不然以为他那个资源是把它调掉的，因为体验不毕竟还是会有点差异啊。我把血补满，因为这补包超多的。好，我现在绕到这地图的边边角角给大家看，它其实资源来讲应该算是蛮多的，只是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像天堂岛一样，它会把这个地图缩小。因为它这张地图真的还蛮大的，哎、欸，这有个可以贯穿过去吗？哎、欸，可以耶、欸，好酷哦、喔，通道，哇哦，哇，前面是那个轰炸圈，这有一个河，
现在看没有看到任何香菇哎，我现在是想要讲香菇，看可不可以捡得到。欸，主要是想要带大家看一下这张地图的全貌啊，之后才开车。哦，现在也没有看到滑翔翼，哇呀，我等一下，哇，差点入河，黄河入海流，没有香菇哎，剩下三个敌人，开车开到这三个，其实他那场二十个很少、啊。其实我觉得未来就算人数不多，你还是可以开放这个地图给大家玩啊。配对久一点，我相信大家也愿意等啊。只要不要配对超过，我觉得不要超过一分半或两分钟啦。这个空投哎、欸，这捡得到吗？还捡得到？没、欸、看多少好玩耶，三级亏，可惜没有狙击枪。这张地图我觉得很适合狙击枪啊，因为你就说实话，你就找个点高一点的点，然后呢？可以从高点去归狙敌人，就是从那个地方去狙敌人就可以了。没有香菇是不是？我换一台车吧。完全没香菇啊！沙漠没有香菇吗？我记得之前有啊，之前有捡过香菇啊。之前那个小圈的时候，就体验我们台服的体验服的时候有。看一下这种可以捡。这边也是一个很像那种埃及的场景之类的。其实这张有点像名字之后那个沙石堡，有点像沙石堡。大家如果玩过名字之后，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沙石堡那个地图，要收圈哦、喔。后面不要开车啊，决胜负啦。刚刚那个打我车，我不知道是谁，总是要遇到的啊。就算是外国人，我也不会留情的。因为刚刚，哟，有人击杀人，其实我都没遇到敌人，只有遇到几个远距离的。哦，都忘记要设技能，等一下来测一下技能。没东西，就是没有我要的东西啦。我都讲没东西。欸，奇怪，为什么一直按到错的按键？我现在按键位置啊，测试服他让我重新调，所以我现在按键位置更惨。欸，按到蹲是怎么回事？完蛋了！我还没试技能，不知道技能长怎样，一直忘记用，一直在看这张地图长怎么样，就忘记地图。哇，有人呢、欸，在哪里啊？欸，上面是不是？我看到他了，来啊，我来测技能，等下过来。欸欸欸，打错边！哇哇，我的光圈不会跟着移动。OK， 收掉。哇塞，好像有点用欸。哇，刚好他没子弹，而且我刚刚那个圈啊，我以为他是跟着我，就没有欸。他那个技能不是像阿罗克一样，就是防御，然后会在旁边，而是他直接在地板上是一个像魔法阵一样，哇！空袭怎么直接正上方啊？哎、欸，怎么又来了？哇！后面又是阿罗克，我没血。想跑是不是？你给我跑！收掉，刺激！哇哦，好刺激哦！我的天啊！啊，这新角色的部分呢，之后可以再测测看。你看他这个技能有没有？他在原地啊，一个原地一个光圈。原本以为他讲的光圈，意思是说跟阿罗克一样可以移动，就他是在原地就是一个防护罩这样，然后你的损伤会比较降低啊。我刚刚感觉是有一点点差异啊，所以说到时候这个技能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测测看，或许在跟敌人交战的时候，你用使用会不错。那未来世界杯，我相信这个技能应该大家会喜欢，因为它跟阿罗克的技能一个补血，一个防御。然后你在打敌人的时候呢，敌人打你比较不痛，你打他比较痛的时候，那以秒数来讲，你可能就可以战胜他。好，这个就是一个测试服的画面啊。好，这个角色的部分呢，大家到时候去看要不要买看啊。然后我现在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拿到，哎，总之有东西，我先把它点掉好了。好，这通常是新玩家会看到的画面啊，就是有一些有的没的地图的东西。然后这其他模式的部分呢，我后面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啊。好，然后呢，他的角色叫做史黛菲，技能就是涂鸦庇护啊，有点像是魔法阵一样。五公尺嘛，他主要是五公尺的范围内进行涂鸦，然后爆炸伤害抵抗 15%， 子弹伤害减低 5%， 这是等级一的部分。等级到最高6的时候呢，是很小。看一下哦，护甲爆炸伤害 25%， 增加 25%， 子弹的话是降低 7.5%， 持续10秒，冷却时间45秒。总之来讲就是抵抗类的啦，抵抗爆炸25%，
5% 这样子，反而就往后面等级越高就提升。然后角色的造型原本实际上是长这样，然后刚好那个是服装，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长那个双马尾啊，这是短发样子。要是戴妃就跟大家分享，哎呦，衣服蛮好看的，角色套装是这套，哎，这套还蛮帅的，很流行，有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流行趋势啊。然后测试服的部分呢，就是带给大家看画面，实际更新内容以台服为主。然后呢，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介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把你喜欢的时间订阅我，也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后面我会去介绍 FIFA 攻略的情报，也记得订阅主频道、副频道跟玩具频道，连结都在影片下方。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游戏见喽，拜拜。